你发烧了吧？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我都不习惯了。对你好还不行？我看你是过关苦日子。如果是没发烧的话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 好久不见啊，张小媛。霍博宇，重庆警方让我们协助调查一个叫霍博宇的人。案件材料里说，你向重庆警方提供过线索，我就想问问，霍博宇的事儿你知道多少？我们的事儿没有和任何人说了吧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今晚就走。 记住，今晚九点，北郊A2仓库，我等你。江小媛，我不知道你们谁说的是真的，但如果选一个人相信，我选霍博宇。小姐，您醒了。许腾叔。 霍博宇，江小媛的前男友，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现？他知道现在这个江小媛，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吗？那个前男友没准就是江小媛的帮凶。 而你一直在寻找的徐静阳就是一切幕后的主使，一直认为是我占据了他的身体，但事实上你喜欢的那个江小媛才是不择手段的小偷。霍博宇，你男朋友？不是你挺能装啊，冯瑞雪，你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了？霍博宇那个劈腿的狗东西！ 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？霍博宇怎么不是我男朋友了？有时候我在想吧，虽然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倒霉，但是吧，碰到你们这几个真心对我好的人，好像也没那么倒霉。你觉得我皮肤太白，给我加两色号，但是你脖子和耳后根本就没戴到，从侧面看。 就像某丽森灰炭，还要你那拙劣的眼线和霸气线，我还要说什么呢？不用。我要看吗？ 在这一小时里，还有谁来过您的病房？